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Vault Channel， 我是 Davis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推坑的是这把 Grassroots G Snapper AS。大概在一年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帮同系列的 G Snapper 做了一次介绍的影片。那当初第一次摸到实琴的时候，就对于琴的品质感到非常的惊讶，没有想到可以在这么便宜的价位做到这么好的做工跟品质。对于一般大厂牌的入门价位琴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的就是如何在维持价格亲民的前提下，最大程度保留品牌的特色，而 ESP 做到了。当初这系列新款 Grassroots 刚进台湾的时候，当时跟很多常年使用 ESP 的朋友试过之后，都一致认同这把琴当你闭上眼睛握上去的时候，就是 ESP 的手感。从 neck shape 的设计到高把位的削切，指板跟 fret 的处理，都完整的保留了 ESP 的弹奏体验。而今天要介绍这把 G Snapper AS， 它跟之前的款式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它使用了烤枫木的指板跟琴颈。除了提升 neck 的稳定度跟共鸣之外，外观上搭配 ash 的纹路也让质感再次的提升了。不论是对于刚入门的新手玩家来说，或者是已经弹过一阵子想要买一把琴来爆改的进阶玩家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那么接下来就来稍微示范一下这把琴的几个音色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有对今天的 Grassroots G Snapper 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找我们台湾的代理商海国乐器，或者是其他有经销 ESP 的店家做询问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这里是 Vault Channel， 我是 Davis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